来，回来继续，《迷失的灵魂》。活人实在太容易了，或者弄个五级的胖子，差一点点。咱那个，哎，等等，弄个五级的胖子得了，弄着，哦，装备，装备，装备。说的那么好，实际上，哎，等等等等，这皮儿了，肉了，这两个很好弄。不是黄金，但也够好了。血皮儿，你看看这多牛逼！然后肉块儿，我们再做五，直接做五级的。之后叫个骷髅来清理这个烂摊子。成功炼金的气味，仙宫防护，这个差点，这个小极品了。嗯，武器盔甲就别想了。哎，武器可以试试。哎，你还别说，盔甲也可以啊，长挺快。不是贤者之石，但也够好了。看哪，我的杰作！哎呦，这加起来，这黑骑士拿上多爽！护甲，护甲，不过他这个本身也不错，而且反正他也没死，还是做胖子。没那么珍贵，主要是现在这点东西。精准，精准，幸运，这个血不咋地，姑且一拿。现在就是加一防护，一般他输出的时候我直接给他强行暴击了，所以他这个运气没什么意义。他们以为这是炮灰，我会让他们尝尝大炮的滋味。命中，回去战斗。实际上点了这个也能输出，就是这个炮弹，炮弹本身输出不了了，炸弹本身输出不了了。哦，名字叫炮弹，画了个炸弹。现在去证明你自己值得我的投资。命中率极高，所以这个不着急点了。去给我的敌人一个惊喜吧。九点护甲也挺厚。那直接把那个淘汰掉了都。行，就这样。话说骨头怎么样了？不是黄金，但也够好了。护甲攻击活力，那肯定比那强。骨头还挺不少。行，现在我们这队伍想弄两只也没关系啊。愤怒，终于，我只需要我的愤怒就能净化这个世界。终于，看看这个技能能省多少蓝，再点的话就是这些了。还有多少场战斗？
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把消耗品拿出来都用，没必要省。一场用一个消耗品还不行吗？毁灭法术随机的物理伤害，运气一点用都没有。出发，来，等等，这是第二张图。第二张图，咱消耗品还得留，第三张图再用吧。等等，这个货比那个货麻烦，先杀他。等待，他们两个位置，我们待会儿倒下。胖子占第三位反而，第二位反而好。嗨，给他那个干嘛的？就为挡这一下。没用啊，这个折腾半天，我还是干了尬了。应该再来，哎，怎么都不行了。确实怎么都不行。拉他一下，然后去死。死，填药，解状态，回魔，好枪法。这是个物理炮还是魔法炮来着？哇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怒气满的时候，哎，怒气满了这茬，满了以后审。怒气没那么容易满呀。咱都拿盾挡了，是不是换个职业配合一下？
所以这个炮它该攻击换怒气。降了十点，降了十点，把这个货点死，死！别放怒气就不放我，就是满的，咱继续点。嗨，不用放，直接轰死。回来，没想到这么容易。或他们的攻击力我感觉是不对啊，以前攻击力挺高的，在简单难度能打我两百滴血，这货这怎么打的，突然之间这么老实了。没看懂啊，没看懂。愤怒神殿，把亡灵拿来当建筑工人，出人意料的好用。就剩这个了，挖掘。队伍不错，现在队伍不错，不用生起舞的，走吧。技能愤怒也到头了，毁灭的技能点一点。这边十的部件概率，那个不重要，考虑啊，始终考虑我们是个法师，法师的大招里面移除 buff 又移除不了盾，强行检定。哎，这条线可以点过来，同时这个也挺好，点了吧。哦，我等不及试试了。这么拐的话，祭坛，这么拐吧。那我还在那回蓝干嘛？
这点回复权真的没什么存在感。哎，先把他搞定。哎，等等，先把他搞定吧。哎，这个货可以往后打，没关系。对了，咱拿上降防护那个甲吧，现在也没有什么别的需求了。等待一下，另外僵尸那回血的咱要魔法僵尸，发现没有，魔法的还是好，其他的不行。物理僵尸该起作用的时候起不上。刚才是刚才残了，这货打回去就行了。他的伤害我觉得有问题，太低了，感觉还不如普通难度打得高，怎么回事？不一定用炮，我用其他技能把它勾回去也行。用炮差不多一炮打死了。怒气涨不上来。一炮打不死。这帮货有点厚，哎呀，哎呀，这要挨烧了，我靠！位置没弄好啊。22点，根本打不出血来。哎，等等，所选仆从，选敌人不行。好吧，好吧，烧就烧。硬是给我点了一个，不行，他的这个物理抗太高了。哎，哦，这下攻击是不是就很强的那下？死。你很强，你很强，死了。
把他和其他人丢到一起。没问题，这点矮子只要处理好那点先知，看来是没问题。待会儿换个对魔法炮，忘这事儿。物理炮没意义。调整一下，换点东西。首先，哎，简易防护已经带上了，这个玩意儿没啥用啊。但手上又没个替换的。哎，压力，压力，压力！现在凡人会在我面前颤抖，比以前抖得更厉害。五级的脑子呢？这么多，直接重新合一个新的魔法胖子算了。这个也不太理想。哎，等等，好像还有一个胖子，多的，咱有的。再弄个魔法胖子，这两个换一换。压力攻击。哦，这个炮有个问题，没有位移技能，打不厚了，这也是个事。不行，还得这么点，没问题。不过他这点东西也确实不太好。我想再做一个魔法胖子，毕竟血了什么的好弄，血肉，只要有基础的血肉。之后叫个骷髅来清理这个烂盘子。你看这个血就不错，肉重新做一个胖子，这是胖子药，黄金，但也够好。肉也没人抢来吧、啊、成功炼金的气味。三攻击可以。胖子血肉盔甲，盔甲可以做一个。武器，武器可以做一个。来，咱现在一做就一套，不是贤者之石，但也够好了。看哪，我的杰作！精准防护，活力，还行吧。不是黄金，但也够好了。看哪，我的杰作！不完美，但也可以了。加精准，
这个不错，双抗。是时候拿出重火力了。越来越多迷糊了，看这帮货。魔法胖子五级。我再点一个不一样的魔法胖子，加四攻击力，没用啊。这两边的选择，我期待结果，还是不能点。这个看了半天，怎么还是不能点？物理胖子点这边还行，魔法胖子点这边不行。去给我的敌人一个惊喜吧，我期待结果。这个魔法胖子是更结实。这个黑棋本身不错，虽然等级差一级。走吧。可以啊 ，miss 十。越多越好。白骨傀儡，黑骑士。把它当成主的培养吧，这也不分类。虽然等级差点儿，等级差点儿。给他升起等级不就行了？略浪费，浪费就浪费吧。回去战斗。15点物理甲。走。哎呦，这后面这货。不管用什么方法把它解决掉最重要。熄灭希望。看点个火，让胖子啊，不用胖子，直接开炮就行。等待，直接放云。魔法胖子可以做很多事情的。一个 debuff， 恐惧满意，暴击了。凝视到这儿，未命中，未命中，
挺尴尬的。哎，点了半天又点错了。嗨，要考虑的事太多了，弄个魔法胖子又弄了个物理的，那这个又废了。换魔法胖子，死死，只要第一个轻松的死了就好办了。哪个好打？这两个哪个也不难打。他是破盾能小能手。哦哟，后面这个暴击疼。这你打不动，趁他没甲的时候狠狠给他一炮。一下死不了，再等等。哎，必定暴击现在只要花十点，等等我们打法又可以更新。哎，不是，怒气满了再试点。搭一个带怒气的这个黑旗跟他换一个加怒气的，咱试试。不行啊，黑旗有黑旗的作用，想让怒气满还真不容易，得带道具。来吧，平 A。弄死一个，把他弄死的话就剩他了。死，这不蓄力的，不蓄力的打不了多少血。胖子揍了一顿，回蓝，回蓝时间到了。
可怜虫，一点伤害，一点消耗。动了，嘿，又给我推回来了，这个不要脸的，回点蓝容易吗？行了，能弄死他。脆弱的身体带来了你的死亡。没问题，现在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不是、啊、现在技能差不多成型了。对这个世界的进化，这给多少？稳得很。胖子不满意。哦，我是点了，升级了都没点在这儿。哎，弄多了也是垃圾，现在眼花了看的。那这个难度实际上我感觉没问题了，就这场死了都没问题，我们很轻松的又组一队。盔甲、先攻、幸运、攻击、盔甲、闪避、护甲，做一下。太容易了，做起来。之后叫个骷髅来清理这个烂盘子。恐惧、格挡，总比这个强吧？格挡的他拿一个，其他的不要了。先攻用处不大。胖子也缺个甲，这样吧，我们来一个精英，那个主力胖子，主力的魔法胖子就他，不能命名这个东西，有时候真是眼花了，就他吧。主力的黑旗也算，这是咱大主力。真主力，骨头，骨头，待会儿有蓝的我们再换，就是结实，要往后堆。完美的是那种双抗型的。这件装备最终还是落入了我的手中，我的黑暗力量回归于我。毁灭系法术没有大的输出技能，稍等，走起走起走起。啊，对，家里面是。越轻松越忘事，点满了点满了，不过也快毕业了。白骨傀儡，这脑袋有多少？哎，脑袋我们可以换了，太多了。每个骷髅兵都梦想长大后变成这样。咱就往出弄极品的脑袋，双抗加闪避吧，差不多，或者加速度。啊，成功炼金的气味。没有，不是贤者之石，那也够好了。之后叫个骷髅来清理这个烂盘子。看哪，我的杰作！再来不行了。骷髅好像比现在强了，换上。
这个是带护甲的，这个哎呦，这俩还真都可以。骨头是缺，强点有限，行，不要。这里面好不容易遇到这种啊，没有一个精英的，在这个难度太困难了，这是正常难度的货。你说难得不难得？我看讨厌鬼死。他回蓝吧，我感觉他来打这个魔法护盾有点亏啊。让他打就行，魔法炮。这下砸一下可疼了。直接再点死一个。69够放了。没打掉，没打掉不等了。不过这个货死很弱的。就忍了一下，没事。哼，好样的。等一等，这将是你的结局。这是个物理的，必定暴击。现在是10点，死亡预定。哇，这下真狠。往前，未蓄力的，这两个货输出不够了。再身暴击打30，丢人一点。行，这个货等待。必定暴击打死一个，
王预定。勇敢者是新鲜事情绝佳来源。这不是辅助一下，每回100点伤害是有的。这支队伍实际上挺弱的，实际上是挺弱的。65命中率，就是想剁死他算了。再等再等，我升个单体魔法出来，现在没单体魔法。说就这，还不如直接，还不如直接那什么呢？这个技能缺点是把怒气给破了。好吧，慢慢的这个套路，基本上我觉得成型了，再优化优化。可以了，怎么打不是个死啊？把他们炸成碎片！16点魔抗，没关系。死亡预定。碎。凡人们的可悲表现。家里面相当于毕业了，快，这个地方融入灵魂。这个货没有，升级的这个不需要。这个没有，这个没有，这些毕业了。主要是我们现在也没遇到什么威胁，我都有点懒得弄这点装备什么的，打一会儿再弄吧，不用随时弄。弄本书啥的也没有。走，其实我们头两张图攒一攒，最后一张图消耗品全扔了，强不少。技能方面，毁灭输出，看一下三个点，要这个物归原主，然后把胖子升起来。行，这回有个单体输出魔法，像个法师了。要不就死亡一指，也过分点儿。死！消失了。他消失了。魔法炮，他们没有魔抗。这是个物理队伍，哎，真无聊啊，这个玩意儿真有点无聊。
等怒气满，你看这下一回合直接又可以一直。更别提他现在有抗性，指了他算了。哎，等等，死就不省那十点法了。我总觉得这个难度，这矮子的伤害弄错了，是不是这个难度和那个难度的矮子数据弄反了？就这个矮子，矮人战士，总感觉是错的。这样太好打了，哎，弄了个烂盾，怒气一直不满，不合适。放这个东西还以怒气为代价，所以只能这么打。伤害绝对有问题。以前我很怕他这一斧子的，现在完全不怕了。看来我这怒气技能咱就不能随便放了。胳膊断腿了，我可不好复活。胖子每回都打，就为换怒气。举起盾牌，看，嗨，死，不够麻烦的。一个回合就上七十。神震撼降临，死时有点少。怒气长得慢，喂，暴击，好样的。把那些血肉扫干净，我讨厌看到植物用它们做肥料。物理伤害，物理伤害，总感觉有点哪儿缺点什么的感觉。暴击时所有负面效果延长一回合，二号位置加八精准，暴击时这三个东西好啊，
耳朵串可以利用。我再重新造一个，主要是没人现在打动动我了。我输出上，你还这胖子，这还挺尴尬。你说物理吧，有物理的问题；魔法有魔法的问题。回蓝方面也没辙了，就这样调整我们的打法。像这种情况，这魔法炮又有用了。第一场把它，别就拿最普通的。等等，咱这点技能是不是该换一下？一直在凑合。关键是把它做了，把它做了。来，你开始先拿个什么魔法打他一下，小魔法。对，这个换成这个。享受你温暖的结局吧，朋友。换位置，然后这个魔法炮就废了。那个管上用了，哎呀，这暴击伤害又加倍，那真是没辙了，赶紧他自己解。老老实实缩在后面去，这下可是太疼了。100多一点，他170，不行。挡的有点多了，所以咱怒气上不来。你看，都这些东西根本就不长怒气。打破他们的魔法。
那这样看来还是物理炮好，你发现没有，这个太复杂了，哎，还是物理炮好呀。170 180直接搞死一只。生前毫无价值，死后为我所用。哦，想起来了，用这种技能点燃，哎，问题点燃的不好，还有一个有什么负面效果就加倍的，再想办法搭一搭这个怒气，我们得想办法。嗯，你看我把它点燃了，这帮人里胖子能点，胖子还得在前面。点燃用那个回了怒气，试试啊。火焰爆破点，点燃人家还有90点血。我也没法把他一下子打死。问题不能拿这个，要弄怒气又花怒气，这没法弄，那就直接来吧。等一下分寸，用一下我补一下。把他们炸成碎片。你看咱骑士想吸个血吸不上，要逃走要逃走，别逃，弄死他。等一下分寸，这怒气上了这么多，哎呀，我在搞吗？我在干，给骑士吸点血，而且骑士这个还是双这个玩意儿组合，这个骑士真的是有点儿，能不能弄这么个超高防御的幽灵？不等了，我想办法换一个位置。咱这个打法现在有点保守，可以打得更强一点，一点压力没有，但是打得慢，非得等等等。哎呦，
就是弄不上，不要了，我换个人，稍等一下。我的意志将如同洪流一般冲回你的文明。现在咱是局势整个稳定了，就是优化的事，就是优化的事，家里也不用看了，其他都没用。升级的竞技场，来吧，闲着也是闲着。成为亡灵将消除几乎所有记忆和有用的技能，但是通过施加受控战斗就可以为亡灵传授新知识。你看我们这个法术成型之后，打什么敌人都无所谓了，现在也是要提高效率，大家全用魔法。对对对，我待会儿挑一挑，没细看过，大家全回蓝算了。稍等，